大家好。明天去哪里？明天我们去盘古。今天主持感觉怎么样？主持有点紧张，但是心情挺好的。看到那个今天有 Feather、Ava 还有 Kevin 在一起跟咱们做的这场节目，挺好的。不能打开了，都不值得打开了，不值得了啊！你今天的歪楼没歪成啊？歪了两次，今天清晨歪了两次，有指向性的歪了两次，对吧？批评他了，批评不行了，我们还说了，不要去领导去前发话。